韩剧《坏家伙们》男星赵东赫11月27号在香港出席化妆品牌发布会，顺道担任模特儿的他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喜欢淡妆自然的女生。被问到有没有想合作的港星，赵东赫似乎对港片非常熟悉。저는뭐어렸을때이렇게저희들의로망이었던뭐유도카씨나뭐성용씨뭐이런분들있죠네여자연예인은그어렸을때저제가굉장히좋아했던왕조연씨네꼭한번보고싶어요赵东赫自曝此行会跟香港导演见面，目的是洽谈一部警匪题材的电影，同时也会跟香港的片商会面。看来他也对中国市场非常有兴趣。被问到对演出有没有底线时，赵东赫就一副豁出去的态度。꼭필요하다면벗어야죠네작품을위해서네아니뭐작품을위해서라면뭐어디까지가뭐가중요하겠습니까배우가네아니뭐꼭필요하다면뭐해야죠꼭네